我是 Yuri， 也很高兴我来参加金曲超级星第二季。然后其实犹豫了蛮久来参加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有个舞台可以让我表演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全力以赴，我等一下会加油的，谢谢。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。